这边你要做什么？这天 ，Sven 跟往常一样，跟爸爸说，在淡水阿公家一早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对对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哦，你想要去开车是不是？想要去开车吗？好啊，开车。我们做什么？他要起来。但这天的 Sven 跟平常有点不一样。他可能想自己控制车子。怎么了？Sven， 你怎么了？去开车了。哎，等等等，你要干嘛？不能啊！电梯下楼。你要干嘛？来了，我们在这边呢、啊，现在这边玩呢、啊，走。现在还不能上去，我们先出来玩好不好？走，爸爸带你开车去外面玩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他刚刚不是很兴奋要下去开车？不开汽车了，他想要玩脚踏车。那怎么了 ，Sven？ 他要坐这个。好，那妈妈去拿好不好？他想玩脚踏车。原来是之前阿公买了一个脚踏车座椅，上次他试坐了之后就回不去了。阿斌呢？阿斌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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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